在这世界上，每个人心中都有着梦想的光点。年轻的时候，梦想很多，而且闪闪发亮。长大了，因为现实的考验，许多人心中的梦想开始忽明忽灭，甚至不再闪亮。你当我是绘画课啊？给我擦干净。我现在都是你幻想的未来里，这个狂热和冲动早已冷却的如今，你顽固的身体消失在镜子里，只留下时光消失的痕迹。每颗心都相信，每个人都给予，每个故事的自己，反复的问自己。可不可以理解一慢慢变化？我们没有这方面专长的老师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可不可以自己吞下了泪滴，一次一次将自己对，不要害怕。你这样排练真的可以吗？没有你不行。再到最下面，手腕的角度要对，你可以专心一点吗？别舞蹈了，认真一点，好一些的。
你是否愿意坚持，直到看见灿烂？ HTC 相信，因为坚持，所以灿烂。